起我跟我一次我每一次碰面吃一顿饭，我就发烧一个星期，或者要住医院，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什么事啊？你跟谁吃个饭啊？跟我儿媳妇。哦，吃个饭你就住医院了。哎，对。你觉得跟这个饭有关系，跟儿媳妇有关系？每次吃完就住医院。啥原因？就是他16年开始进我的家门，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那要不你就不跟他吃饭了？就避开他。嗯。避开他。你儿媳妇知道这都是。对啊，你就说我每次我也很喜欢你啊，但是一吃饭就病啊，好像目前没啥改善啊，是不？嗯，肯定是遇到冤亲债主了，或者是我们宿舍有啥，但是他要是每次都这么挑的话，可能也是有点什么，但是肯定也不一定是说是什么。如果这一世你们这么好的话，肯定也不是仇人了啊，就是，只不过是他可能就是相生相克的，他可能就像你坐在这儿，他是一阵海风，他就能把你吹感冒，对吧？所以就是他就是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不方便跟你啊这样连你媳妇连你啊全是拿宿命通啊神通给你看一看啊，是吧？我感觉也没什么大问题，你要如果觉得自己承受不了，你就避开呗。哦，慢慢的有些事情就消失，很多事情其实不管是就是即使是因缘上的事，你只要广做善行，广积功德啊，你去利益众生，你的能量越来越大，承受力抵抗力也会增强。很多事情我们在人道，虽然每件事情都是有因缘的有因果，但是我们总是想找个原因，其实好多事情也没有原因，好像有因，但是其实那个因也很容易消失的，就是很容易就时过境迁，很容易就无常就消失了。好的能消失，坏的也能消失啊，不是没完没了的，没准2020年就消失了。你这次回去你试试再吃一次饭，看看发烧几天啊，也许以前提前现在变2天了，或者不发烧了，没准就过去啊，没准打个喷嚏就过去。好像我以前去寺庙里拜佛啊，人家师兄病了，我又不知道怎么样，也是跟着他哪里不舒服，我身体马上就有这个。哦，那就是你敏感嘛，就是感应大家的，这个很多人会有这种，就是那就是离病人远一点嘛，就是你敏感。如果你通过修行可以改变这种体能跟体质的，就是你说你只是感应的是个幻境，就是包括你自己身体也是幻境，你不要太在乎自己的觉受跟自己的身体的反应，你越在乎，感应越明显，就是。如果有时候你说这个人坐在这儿，你感应到了，你觉得你很不舒服，你就不要生气怨恨啊抱怨啊，你不要排斥他，你忍一忍，也不要在意说是哎呀你看看这个人不好爱着我倒霉了，你不要太爱惜自己的角色，太爱惜自己，然后就讨厌对方。第一不抱怨对方，第二觉得自己这些角色算什么，就难受点怕啥呢，他高兴就行了，他喜欢跟我在一起嘛，他高兴就行了，我难受点就难受点吧。如果有一念放下自己的角色，一次两次三次最多七次，我保证你不感应了，是吧？因为你如此的爱众生，就说你就是这就像有个母亲爱孩子，永远你不会觉得那个孩子病你也抱在手里，是吧？是吧？你为他就是就彻夜不眠去熬夜，你也认了，是吧？然后你不会问我说为啥我孩子病了我也病了，你爱他吗？现在那个众生病了，你病了你就觉得凭什么他把我惹病了，是吧？我不爱他，我不想对我的孩子，是吧？我不爱他，他病了我不能病，是吧？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心里有爱有慈悲，你不会被他传，不会那样的啊。就是有爱的时候，你就算因为他病了你都无怨无悔，知道你都无怨无悔，你会祝福他，如果你能承担他的病，他能好让他好了吧，知道吧？让他好了吧，你病了吧，怕啥呢？不就这个肉体麻烦，这迟早要灭的。我也疼，我比他还要疼，他都不疼了。好啊，你就是哎呀我要有这点本事，我去把所有的众生的痛苦我一个人担了，我就没这个本事啊，是吧？你试试你发个愿，没准你就不疼了呢，是吧？因为众生也不会伤害你，真的真的众生也是无心之，没有人伤害你，就是我们真的没这个能力去众生担所有的苦难，就是担不了，你要能担就全担了，这省得坐这说，是吧？让众生全开悟，全不苦啊，你极乐世界成了嘛，我要能担众生的苦难，那在这已经是极乐世界，那问题你担不了，你还得大家聊啊，还得给吃药啊，还得治疗啊，没关系的。